晋能控股是一家以煤炭、火力和新能源发电为主，及制造、化工、多元、贸易、物流、借贷服务为综合性能源企业。它是一家山西省属重要骨干企业，位列世界和中国500强。我们这一次带着我们的诚意来提供了一些化工方面还有装备制造的工程师的岗位。我们作为国有企业呢，有国有企业一些全部的优点，我们工作稳定，收入稳定，有完整的薪酬福利的这个体系。甚至在我们的生产单位呢，我们在这个生活配套、娱乐、交通设施各方面都比较完善，和为大家在这个工作之余提供更多的这个活动的一些生活和活动的设施。在我们的岗位呢，除了这些国有企业都有的优势呢，我们还有一些在我们这个提供的这些岗位呢，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比如您在这个装备制造、煤机装备制造上边呢，你在研发和以后我们还有更多的煤矿可以让你运用到实践中，能有助于我们台青进来呢走更快的提高个人能力，增强个人这个素质。完了，在我们这个除了这方面，我们因为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能源企业呢，我们有多个业务，不管是在物流呀、贸易呀、多元呢、借贷服务呢，我们涉猎的行业很多，所以可以对你们个人以后今后拓展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空间，还有或者是跨行业去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这以上就是我们提供的岗位呢，所以我想借这一次台商台青走进来呢，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来我们企业看一看、转一转，最好是能够走进来和我们共同致力于我们晋能控股的高质量转型发展。谢谢。